乳腺癌放疗有什么副作用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王亚丽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医师。术后放疗是乳腺癌的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，因为乳腺癌是一个体表器官，所以它的主要的副反应表现在放射性皮肤炎和黏膜炎。一部分患者呢，因为体型的原因会有放射性肺炎。我们先说一下放射性皮肤炎，轻度的可以表现为皮肤的干涩、脱屑等，重度的可以出现皮肤的红肿，甚至可以出现溃疡。在治疗过程中呢，我们的建议是患者穿着柔软、舒适、宽大、纯棉类的衣物，放射液保持清洁，不要用一些有害的、刺激的一些化学的物品。放射性肺炎呢，是我们医生应该特别关注的，在治疗计划设定的时候，应尽可能的降低肺的一些受量，嘱咐患者可以多进行呼吸的扩胸运动和肺的一个扩张运动即可。